不断盘旋，屏东恒春机场出现约十架阿帕契直升机进驻，而镜头继续转到高雄。左营军港也不平静，诺克斯级934分洋号、1208拉法叶舰以及612金江级飞弹驱逐舰停在西码头进行准备，但是船上的对空雷达以及平面搜索雷达全部开启，主机也处于暖机状态，等于一旦有紧急任务，随时可以出港接战。是会有一点点担忧这样子。对啊，习惯的，不会的。只要他们来，就可怕啊。真的会很担心吗？对啊，所以还是少惹事。台湾民众心里多少难掩忧心，因为从南到北，国军全面戒备。一字排开，短短七分钟内发射42发火炮，陆军十军团在清水区高美湿地执行例行性重炮射击保养，酷暑下展现勤训精炼成果。IDF 战斗机挂弹升空，从台南空军基地起飞，巨大声响传遍天空。因台海紧张情势，国军下令三军地区轮值的战备部队将援兵力立即提升为营级的特遣队，备战不求战，稳定民心。环宇新闻综合报道。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